欢迎你。Hello，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王俊凯，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 CCTV 的活动现场跟大家见面。小凯，其实在这一开始呢，我今天不以主持搭档的身份，先要以一个电影观众的身份跟你聊聊看。前段时间呢，不论是《断桥》还是最近的《万里》，两部电影让我电影出身的观众看上去都特别替你值得高兴，因为我很欣赏你里面的表演，真实、大方又坦然。说到了很多的你的支持的朋友们，或者是电影观众对于你的褒奖，对不对？是不是很开心？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在出演这两部片子的过程，也是让我非常惊喜，也是让我非常感到就是荣幸的一个事情吧。然后这一次跟大家见面，也是正好吧，这个是前后脚，前后脚，对对所以也是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对，可能因为我大学是在重庆读的，我看上去就觉得像自己家的小朋友，在电影上为大家展现特别好的一切。而且尤其《万里》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热血澎湃又沸腾。你作为当地大使馆的新人啊，所有的感觉都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你的用心跟努力。你能不能简单跟大家说说看这部电影在心里面的感觉啊？其实这一部电影也是讲的外交官撤侨的故事嘛。首先，他这个，然后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外交部的新人程朗。其实我觉得程朗他就是，就像我们一样，就是面对未来、面对挑战都是迎难而上。所以其实也非常开心，大家去多多探索这部电影的故事，就是有非常多感动的故事，也有非常多热血的故事都在里面。大家都可以去发现的。所以其实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喜欢这个程朗的名字，成天看到小凯，心情都变得晴朗起来了。谢谢。谢谢。那其实呢，小凯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外交官，通常对于外交官的印象，大家想到的都是仪表一定要很整齐，对不对？这也是国家门面跟形象。哎，但是说实话，小凯我知道的，平时穿衣服比较轻松、自然、大方是最舒服的。如果要是说，在这部戏里面是要一直穿很正统的西装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需要一个适应的阶段？会不会有个精气神被吊起来了？其实我们对于着装这一块还是挺注重的吧。对，那当然，其实，在那个电影里面，其实程朗也不是一直都是在穿着西装革履的。那他在后期，在撤侨的途中呢，也会有非常多的困难，所以他到最后也是非常多的汗渍啊、血渍、尘土，其实非常多的一些变化吧，也是我们那个服化大老师非常厉害。哎呦，顺便夸了一下服化大老师，对，您欣慰了吗？您的工作得到大家的肯定了，谢谢我们电影幕后的工作人员。其实在这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刚刚小凯因为提到了有一些撤侨过程当中在沙漠和戈壁的戏啊，我当时看这段的时候，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我说小凯脸上这么多尘土飞扬的时候，居然皮肤底子清透，我还能看得到。所以说平时好好护理，在电影镜头上才能够面对那么大的高清的镜头。而且其实我觉得外表形象贴切是给角色大大的去加分的。那我觉得小凯整体的形象呢，包括皮肤状态，现在已经在佳念的身边了。我刚刚定睛一看，白皙透亮又特别的紧致啊。所以在拍摄定妆照的时候，导演都感叹说："哇，定妆照拍得非常帅。"而且化妆老师好像说过小凯底板特别好，我觉得跟我们的想象是一样的。对于自己平时护肤的心得，小凯虽然分享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和 Cecily 在一块的时候一定有的，对不对？对，平常其实对于这个护肤这一块儿，我觉得尽量还是会涂一点，当然尽量是作息要规律一点啊，少熬夜，然后呢多吃一些清淡的一些食物，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嘛。刚刚吃了炸鸡的我，居然有点汗颜了。是的，小凯今天来到我们的西斯黎的新车库的盛典的官方的活动现场，也是带领我们一块儿来探寻日保养以及液焕灵的护肤的奥秘啊。既然做客西斯黎的活动，那福利自然是不能少的，所以我们先给大家来抽波奖。这是小凯说希望支持我们品牌和小凯的朋友们，大家都能有一些福利，所以第一轮的福利要来了。各位，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会抽取3名的朋友来送福利，所以大家一定要不断打我们的字幕，在字幕里面要打出来的呢，就是法国西斯里我们的品牌名字，请大家打出法国西斯里，然后我会为大家来抽取3名的朋友，现在就开始了，话不多说，好不好？来，准备，1、2、3，好，来，我们请朋友帮我们统计一下，来节省时间跟小凯聊天啊，1、2、3，好，再来。1、2、3，好，接下来，1、2、3，
好的，我们的全部都抽好了之后，在我们的公屏上啊，会给大家打出来是哪些 ID 的朋友们获得了我们的奖项。那先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价值400多块的希思黎的面霜，有4毫升，而且还有说我们的希思黎的 S 精华水有15毫升，让大家一块来品鉴一下，特别棒的奢华护肤体验，祝你们开心。好，恭喜中奖的粉丝，我们之后会把公屏上面打出来大家的 ID， 同时也一定锁定今天晚上的活动，千万不要走开，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不光是这么一些而已。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特别的小太开心的，因为作为希思黎的希思黎首位全球品牌的代言人啊，与有荣焉，因为一块儿大家都见证小凯的每一个进步啊。那其实呢，相信小凯对于希思黎的产品都是了如指掌的，我特别好奇小凯在你心里希思黎是怎么样的一个品牌。首先我觉得希思黎它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感觉，然后呢让你很安心的感觉，也是有植萃，对，我觉得这三个在我印象中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属性。你知道身为 Cicely 的合作伙伴，也身为看着你的电影观众，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成为了 Cicely 品牌全球的代言人，你们最契合的一点就是给大家清新自然以及非常真实的感受，而且植物精粹啊，也就是像小凯的内涵一样，所以不谋而合，你们在一块是非常好的天作之合。所以说到植物精粹的话呢，今天我们现场也准备了几款产品的植萃成分的原材料，我接下来要跟小凯一块来进行一个小猜题，看看能不能小凯猜出来他们到底都在哪一瓶的产品里面，好不好？好，来上来看看。现在呢，在佳念的手上呢，拿到的就是我们的这几个原材料啊。小凯，你大概一目了然过后，能猜得到大概是哪一瓶我们的单品吗？应该是全能乳液吧，因为有很多成分在里面，所以很全能吗？因为用的最多。小凯好可爱，我非常遗憾大家不能像我这么近看到小凯的那个酒窝和他的梨窝啊，浅浅一笑弯弯眼耳，所以我在这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就是大家的互联网眼替，我是看得到的。好，各位，那其实现在手上的这么多呢，我在这儿就请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告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其实刚刚小凯说他第一个使用 CCD 的产品也是经常用的就是全能乳液。对，毕竟全能乳液是当家的明星产品，没错，它就是来自于全能乳液。这里面呢，分别就是迷迭香、人参、积雪草、马尾草，还有蛇麻草。那同时拥有这五款成分的，就是 Cicely 的全能乳液了。小凯，刚刚我说第一瓶你用的 Cicely 的产品就是它，我刚没有说错，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我相信可能大家就是都是通过它来认识到 CCD 的。是的，而且其实全能乳液也是我个人对于小凯特别棒的一个祝福吧。我希望小凯现在已经很棒了，未来一定会做全能类型的演员，期待这一天，然后跟我们的全能乳液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match。那其实呢，我们第一个产品大家很多人都用的是全能乳液，毕竟全能乳液是当家的明星产品，这么多年以来呢口碑好而且销量也非常高的原因就是在于产品本身是很好用的。是的，用下来怎么样？非常不错。首先它就是整个四季都可以用，然后呢它是能够帮助你维稳肌肤的状态，还有它的健康，所以真的非常全能。可能是因为小凯眼神非常真诚，他说完之后我就觉得想怒下单再买个10瓶啊。各位，其实我们日常维稳用它特别棒，而且还能有效的对抗一些外在的刺激，可以深入我们的肌肤底层，全面提升肌肤的抵抗力，坚持使用之后久而久之皮肤就会有好的状态。我们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下全能乳液的质地，我在我自己手上试一下让大家看一看好不好。这样的话这个便宜就由我来占。好，各位大家请看一下，来，小凯帮我拿一下我们的全能乳液。全能乳液在手上之后，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的讨喜啊，刚小凯也说过了，非常好吸收，也非常的轻盈，一点也不厚重。而且 Cicely 的所有产品有一个3秒吸收的魔咒，1、2、3，大家请看，其实它就已经完全的吸收在你的手背上了，一点不厚重的同时，而且一抹就能吸收。小凯，你觉得它的使用感怎么样？对，因为我在使用的时候，首先我是觉得它的流动性非常强，第二是它的有一股植萃的一股味道，非常的让你感觉你在大自然中一样。对，我每天晚上用完它以后，我也觉得好像在草原上涂Cicely的全能乳液一样。是的。所以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其实可以点击购物车来 get 我们刚刚说过，小凯也在用，大家都在用挚爱的Cicely的全能乳液啊。今天购买刚刚小凯手上一直拿着的这款，我们的正装是120毫升的，它是1600块。今天的赠品，我听到之后简直是吓坏了，可能是因为
小凯来了，给大家争取的福利吧。今天正品的价值超过了2000块，约五折的优惠和力度。今天买一瓶正装，还会送给大家一瓶正装的全能乳液，是60毫升的，还会送给大家全能乳液1、2、3、4、5，有五支我们4毫升的全能乳液给大家，这么多，你看我都一手拿不住了啊！而且今天只要备注王俊凯来了，毕竟小凯来了嘛，备注王俊凯了，就给大家额外享受花香的润肤水30毫升，给大家有这么多，所以拼上去。今天如果不去薅这个羊毛的话，我都替你感到遗憾，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的两款的单品呢，要用一个特别的互动游戏引出来，好不好？小凯和我一块来迎接这个挑战。好嘞。好，现在在佳念的手上呢，有一个4宫格贴纸盖住的产品图。小凯待会儿和我需要轮流，我们一块来搭配轮流完成一个任务。那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选中一个宫格来撕开，直到揭晓产品图的全貌。那每揭开一张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和一个任务即将到来。小凯准备好了吗？可以，没问题。好，接下来让小凯先选啊。那有一吧。好，我们把一撤掉，好不好？好嘞。好，一没问题。小凯挑战的任务是什么呢？都记在我的脑子里。第一个，大家一定很想看，就是让我们的小凯拿着我们刚刚的全能乳液一块儿来照出很有氛围感的3张照片，因为大家说手机里的存图余图不多了。今天我给你们争取这个福利啊！来来来，小凯，今天要还原一下 TVC 当天拍摄特别帅的画面了啊！好，接下来请问小凯准备好了吗？可以可以。好，来3、2、1 ，dig pose， 哇，清新。第二个 pose， 再换一遍呗。好，自然又大方。第三个 pose， 哇，放在自己的身边，哇，太棒了！哎，小凯，我来尝试解读一下刚刚你的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因为你放在胸口，代表把大家放在心上；第二个步骤的话，放在自己的右边，右边其实是最亲近的距离，代表和大家非常的亲近；第三个步骤，放在自己的脸旁边，就代表这款产品很好用，又亲近，又放在胸口，可以用在自己的脸上了。一般我们在网上称这种叫过度解读啊，真的、啊、过度解读啊。OK， 刚刚其实3个 pose 已经拍完了，相信大家已经拿到了我们的3张照片啊。首先恭喜大家，满足大家的心愿了。那接下来是第二个了，我来看看第二个格子好不好？嗯，好，小凯可不可以第二个的话我来接一下看看呢？行，嗯，没问题。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第二个步骤呢，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做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小凯来问我一个问题。好，嗯，啊，所以这个问题在这个背后没有，到时候小凯，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呢提前给到我们的题词，然后我现在眼睛就飞到旁边去，让小凯来问我，我在正视前方啊，我现在没有在看啊，小凯给提问了啊。请问主持人是如何保持皮肤的好状态的？多多先看你的电影，虽然尘土飞扬了，可是皮肤状态还那么好，比你大这么多岁，我还是要好好努力一下 hold 住才可以。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要抗老跟维稳，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嘛。包括小凯现在也在非常敬业的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对。所以说刚才给大家分享的产品呢，其实不光是大家有在用，小凯在用，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在用的。我们接下来推荐的产品呢，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重头戏，所以大家千万不能错过。我们待会儿跟大家一块来推荐一下一个单品。对对对对对。好，那第二个算我成功吗？算算算算。那请你撤掉它。谢谢。OK。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三个任务了。第三个任务的话，那就又轮回我来问小凯了，好不好？好嘞，好嘞。好 ，OK。那接下来呢就是请小凯在不同的场景下30秒来种草 CC 里的产品给不同的人群。我来规定2个人群，好不好？好嘞。好，那我们第一个人群就是给好朋友推荐一下。哦，好朋友推荐。对，那你拿着这个推荐吧。一般我可能给我自己的好朋友推荐就是哥们儿，就是那个链接已经给你了，赶紧去吧。对对对，大概就这样。对，意思说，哎，差不多得了啊，我都已经给你台阶了，赶紧下。好，谢谢小凯，这是真朋友，真朋友才会这么直接。对，大家可能朋友之间因为相处非常多年了嘛，所以肯定就非常直接一点。好，没问题。接下来第二个，我们给家里人推荐一下吧。家里人就会说，可能最近自己用到这个非常的，舒适，也非常的适合像，可能父母这样，他们可能要维稳肌肤的呀，抗老肌肤的，可能就会先买一份，然后让父母试一下。嗯，对。
就是直接先送给他们。对，会先送给他们，然后被种草以后他们自己就会买了。对对对对对。哇，你这个简直是有可能是他们觉得也很不错，之后说，哎，上次我用完了之后，你再帮我寄一个过来。对对对。小凯特别可爱的一点是，他只要是讲到很有趣的故事的时候，眼里都泛着光芒啊。而且其实刚刚讲的就是《孙子兵法》当中一计，其实就是先推荐给你种了草，之后你就会自己成为他的粉丝了。好，非常棒。那第三个我们就过关了，我拆掉他了，好不好？感谢。别客气，现在已经呼之欲出了，还有最后一个格格了。那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来提问，是不是？好，请主持人快速念出 CC 里的五款王牌单品：传统乳液、S 精华水、S 面霜、S 眼唇霜啊。厉害厉害！对，还有金钻水。哎，对，金钻眼霜。哇，哎，你对 S 家的产品真的是如数家珍，敬业的代言人。好了，没错。那其实呢，四个宫格我撕下它了，好不好？好，嗯，好，四个宫格已经全部撕完毕了。没错，各位，现在在我的手上拿到的就是完整的展示，这个就是我们 Cecily 的 S 精华水加上 S 面霜，还有 S 的眼唇霜了。S 系列的产品，小凯特别了解，对不对？对，非常熟悉，都是帮助肌肤抗老的系列产品。对 ，S 系列其实是 Cecily 的权威的抗老系列，通过对于抗肌肤的老化、环境老化以及对于我们的抗行为的 K 老的三个方面来说，都能实现了多方位的抗老，抗老一个维度不行了，要很多个维度才可以。小凯觉得秋冬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什么肌肤问题，尤其在北方啊，很干，对不对？对，秋冬的时候呢，一般皮肤会比较干燥，然后呢不稳定，用了 S 系列呢，它就会帮助你的皮肤维稳，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时间段。我发现小凯把维稳两个字放在皮肤护理的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稳定了，就像男孩子稳重了之后就会特别有魅力啊。所以我们使用好的产品也要通过正确的方式来护肤才行。是的，让护肤品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出来。我来和大家说说看我们的 S 的精华水怎么使用，现在在我们的手上啊。我们的 S 精华水它是在精华的前一步去使用的，主要的作用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肌肤在清洁之后首要得到滋润，帮助后续的护肤品去吸收。小凯，你平时怎么用它护肤？我平常第一步就是用 S 精华水。哦，用完之后皮肤先得到一个初步的缓解了，对不对？太棒了，终于跟你有同款了啊。 S 精华水其实可以构筑肌肤的储水库，能够有效舒缓肌肤的同时还能够达到长效的保湿和护肤。那其实里面呢都是高科技提取的植物精粹，小凯也知道我们 CC 的每款单品都是植物精粹，很天然，对不对？对，像银杏的精粹，还有药鼠葵精粹，还有我们的海扇藻精粹等等，它们能够像梯田灌溉，是递进制的，层层递进，先学会走，然后再去跑步，非常科学，为我们的肌肤补充水分，同时强化我们的肌肤屏障。所以我现在看小凯的肌肤屏障看上去非常的稳定和健康，他有功劳的，对不对？对，一定有功劳。嗯，是的。各位，那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购买我们的全能乳液加上我们的 S 精华水的这个套组啊。这个券后到手价呢是2225块，然后呢加上我的赠品总共是4000块，特别划算。今天给大家是买我们的全能乳液和我们的 S 精华水的套组的话，送给大家的就是全能乳液的60毫升的这个正装，同时备注我们的王俊凯来了，额外就能够享受我们的花香的特别棒的润肤水，有30毫升给大家，这个是额外小凯送给大家的礼物，希望你们喜欢，也希望你们笑纳。那其实呢，在秋冬天的时候，除了 S 精华水，还有一个它的好搭档，你知道是哪一款吗？ S 面霜嘛。对，使完之后就是，因为它们都是配套使用的，那这个就是最后一步会去用的。我觉得其实你就是一个没有向大家展示的护肤达人，你懂非常多 S 家的使用步骤啊。对，其实呢 S 面霜在我们面前的精华水啊精华这些工作，就是为了让面霜能够它最后锁住水，是的，封闭的状态，对，不然水分全流失掉了，那很可惜了。所以不管什么季节，面霜是不是一定要用？是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步骤，就把你之前那些步骤都100%给它留存下来。太棒了，各位！所以它里面蕴含的成分，大家一定特别的好奇。小凯，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吗？那当然，当然。好，我们蕴含了三大的着效的成分，包括 CLC 的胜肽和酵母蛋白的复合物，而且里面还有波斯合欢精粹，还有珊瑚礁精粹，它可以协同来加衬我们的肌肤的年轻力，是让我们肌肤的年轻力 up up up。而且呢，它同时还添加精油族群。来，小凯可以拿一下它。
添加我们的精油族群，裹挟了营养的成分，可以快速的吸收润而且不油，帮助我们的肌肤焕亮弹紧，而且能够提拉我们面部的线条，塑造紧致的轮廓，守护年轻。所以小凯用下来感觉怎么样？客观的告诉大家。对，秋冬的时候呢，皮肤会更加的滋润保湿，然后脸也会感觉不干了。嗯，对，而且其实今天我在看小凯的肌肤状态，首先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妆感，这其实就是因为皮肤的底子和水分被锁在了皮肤里面才能够做得到的。那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接下来我想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 X 系列的精华水跟面霜的质地，好吗？嗯，我们来展示一下质地啊。先给大家看的还是我们的 S 的精华水，它其实挤出来呀很有趣，挤出来的时候你看它有流动性，但是它的精华感非常非常足，有点像凝乳的质地，轻柔就化成水了，还是 C 四 D 的一个吸收魔法，三下它就能吸收。来，准备，三二一，三下就可以完全的吸收在你的手背上。不光是我在我的手上，我的手就是普通人的手而已，在你的脸上或许吸收的更快。上脸之后有非常惊喜的肤感，而且非常的清爽好吸收啊。是的，一水一精华。太棒了，一水一精华，一别一再欢。其实不会像水平时使的时候没有存在感，对不对？是的。所以滋润的感觉，小凯每次洗完脸用精华水，是不是觉得哎好像已经挺滋润的了？非常滋润，就感觉它吸收的特别快。感觉在水里徜徉了。对，其实呢 ，S 的面霜大家一定也很好奇了，它其实质地就是特别的滋润和丰富的。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盒里面的这个霜体啊，非常非常的绵润，感觉看上去是不是很熟悉的状态？每天都要跟它 say hi 啊。我们很绵润丰盈的这种滋润的状态，质地很绵密。我给大家还是上手看一看我们的三秒吸收法啊。而且我刚刚其实涂了手霜的，手上已经是比较滋润的了。再来三下啊。一二三，三秒吸收在你的手上，只有更亮。可以看我右边没有涂的就比较暗哑，左边有涂过的就特别的澄亮，不是变白，那简直是魔法了。这个的话是让你的皮肤透亮澄亮，水够足，肌肤就会变得比较亮了。所以涂在脸上的感觉怎么样？首先它不会有很闷的感觉。因为它其实我们在这里闻都能闻到它的那种脆脆的味道，对，其次是感觉它很快速的就可以吸收在我们肌肤里面。小凯，我挺好奇一件事的，就是护肤品在脸上，你最怕的一个字儿是不是就你刚说的闷？对，所以尤其是很年轻的男孩子呢，他们皮肤的透气性很要求，所以必须要非常清爽就才行。那小凯用在脸上都不觉得闷，但同时也有非常好的 K 老的效果，那大家真的可以放心的去使用了啊。那小凯，那你觉得 S 系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去使用呢？我觉得比较适合一些肌肤不太稳定而且想要抗老的人群吧。好，没问题。那大家如果要是跟刚刚小凯说的症状差不多，想要有这些问题的解决的话，听小凯的意见一定没错的。那其实呢，如果要是长期熬夜或者压力山大，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群，皮肤昼夜节律就很容易被打破，这一套就太适合大家了。我插一个题外话，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说让小凯拍戏的时候他一定很忙，有的时候难免晚上也要拍戏，所以睡的时间不见得够的时候，想让自己的皮肤状态好，其实他就帮了很大的忙，对不对？所以选择一套好的护肤品，对大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好好的去睡觉，或者说没有办法好好时间有压力，或者是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群，真的非常需要这一套。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使用一下。好，那屏幕前的朋友们可以点击我们的购物车来购买我们的 S 面霜啊，我们券后到手价是3500元，而且加上赠品的总价值是超7000块的。我给大家看看赠品到底有哪些。首先呢，给大家看看这一瓶正装的啊，我放到小凯的手上了。这瓶正装大家买回去以后呢，会给大家赠送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些 S 面霜15毫升乘以2，有两瓶这么多啊，在我的手上，而且还有一瓶正装的全能乳液60毫升，这个当年我们买都是1000多块，对不对？很划算，这个正装的60毫升送给大家。今天还是那句话，小凯特别体恤支持的朋友们，所以大家呢，如果备注王俊凯来了的话，就可以额外享我们的花香润肤水30毫升给大家。这么多，只要买一瓶正装的 S 面霜都可以送给你们，实在是太划算了。而且大家其实也可以购买我们的 S 系列的一整套的产品，也就是券后到手价6330元一整套，赠品的价值就已经将近6000块了。天哪，几乎等同于五折的优惠力度了啊！今天就是购买我们的 S 面霜的50毫升，还有我们 S 眼唇霜的15毫升，还有我们的 S 精华水的150毫升，给大家赠送的呢是我们的 S 精华水100毫升啊。还有我们的面霜15毫升乘以3，
我的手都男生的手都拿不下的赠品给你们，十五毫升乘以三，几乎等同于一瓶正装的 S 面霜的量了，很划算。今天备注王俊凯来了的话，因为小凯来了 ，Cecily 爱他也爱大家，所以呢，要再给大家额外赠送的就是 S 精华水一百毫升，等于你备注一下可以拿到两支这么多，单支的价格都已经是千元级，应该很贵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啊。而且额外呢，还会给大家 S 眼唇霜的两毫升，有三支，出去旅行或者出差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用了。我的化妆包里面一直都是有的，这么多偷偷。给大家，我任何时间都没有欣赏过这么多的优惠，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时间。那其实前面呢，小凯刚刚分享了日间的护肤的步骤啊，那其实用了全能乳液还有 S 精华水和面霜。说到早上的时候，您脑子里会浮现的第一个词汇是什么呢？早上应该是比较有活力，就是有精气神的时候，我想到的全是早功。对，各位，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一日之计在于晨，每天都要活力满满的面对新的一天。那其实对于夜晚，小凯联想到的词一般是什么？夜晚可能更多的是在于一些休息啊，就是到了休息的时间了嘛。还有就是对于肌肤的一个休息啊，维稳，这个特别重要。对，保持肌肤的健康。对。是的，各位，所以任何事情大家都要下功夫才行，所以要好好在晚上的时候也多多宠爱自己，因为白天说实话出去一天了，无论是在拍戏工作的时候，还是说今天白天出去稍微逛了个胡同，其实你外部的空气里面的脏东西对你脸里面的气息都给肌肤造成压力了。是的，晚上回去不把压力卸下来的话怎么可以呢？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像小凯一样晚上的时候宠爱自己，好不好？是的，其实肌肤一整天呢都要面对外部的环境下来啊，晚上肯定会感到疲劳和敏感，所以晚上其实是细胞修复的黄金的时间。小凯都告诉大家了，晚上是护肤重要的节点，从第一步开始呢，要为肌肤补充有效的抗老的成分，特别有必要啊。而且呢，小凯晚上会用的单品有哪些呢？我今天一定要替大家问一问小凯，请你跟大家尽数能详。晚上的话，我会用到那个金钻水，它是作为晚上第一步的护肤步骤，首先它可以给皮肤补水，然后而且它是深度补水，它也可以给你的肌肤提拉紧致，深度补水，刚刚你说的这个词我特别喜欢，因为晚上的时候有深度的皮肤外面的清洗就要有深度的保护才行。对，提到金钻水，它其实是我们这次的 Cecily 全新上市的单品，小凯已经用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好，所以白天用 S， 晚上用金钻了，对不对？对，是它其实是专门呢为我们的夜间啊的修护设计，它可以，刚刚小凯说过什么了，几个关键词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它可以紧致，可以提拉我们的肌肤。小凯第一次用金钻水和看到它的时候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首先它是整个的外观，它的瓶身就非常漂亮，然后呢颜值也非常高，对，它的玻璃瓶也是非常的有质感，而且搭配这种金色的是感觉非常高级。我们中国人都非常偏爱金色的元素，这个也是 Cecily 送给所有中国喜欢美的男生女生的礼物啊。小凯刚刚都说看到这瓶单品都因为它颜值非常高，所以会非常的留恋，所以大家拿到它的一瞬间就有厚重的质感在你的手上了。而且其实小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底部啊，它的底部其实这种钻石形状的切割的底部的剔透闪耀，光是放在化妆台上就觉得像个艺术品一样，非常的赏心悦目了。每天回到家的时候，大家想想看，刚刚小凯一直说的每一瓶都有的植物精粹的芳香啊，闻着它让你的身心灵都得到放松，马上呢就会给你带来特别愉悦感和轻松感，压力和疲惫一下子就会减小很多。刚刚我在涂 S 面霜的时候，其实小凯就说啊，我离得远远的已经闻到 S 面霜的味道，很熟悉，所以这个味道你也很喜欢是吗？是的，很清新，也非常的治愈吧。其实就像我们每款 CC 里它的产品都会让你感觉身心放松下来，然后呢让你的一天的劳累下来之后呢，会让你更加的轻松的进入睡眠。而且其实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家里面有很多小朋友，我的晚辈们啊，他们说叔叔，我并不是因为你主持 Cecily 的活动所以我要支持 Cecily， 是因为我要为小凯而好好的去追逐一下他喜欢用的品牌。谢谢。所以非常的有趣，也感谢大家对于小凯和 Cecily 一如既往的支持，大家的选择永远都没错，因为这里有小凯。各位，那其实除了颜值的外观之外呢，我们这款金钻水啊，它其实呢本身的肤感和功效实力是很在线的，小凯说用完之后很舒服，对不对？那其实呢，当然我们这一瓶的精华水呢，其实同样蕴含了多重的植萃的成分，像丰沛复合型的保湿成分，还有葡萄叶的精粹，还有槐花精粹。今天我们现场也是准备了一种成分的图案啊，只有一张图，让我们小凯来看一看。
噔噔噔噔，就是这一张图，小凯能不能看得出来它是我刚刚说的哪一种精粹呢？应该是槐花精粹吧。哦，应该是槐花精粹，因为很别致。没错，小凯答得很正确，它就是槐花精粹。槐花是一个修复能力特别强的一个原材料，而且槐花也是在中国有非常多的喜欢花和喜欢植物的人士，尤其是我们的长辈特别喜欢的一种花。所以它对于如果大家想要送给你亲爱的长辈，妈妈爸爸或者说是老丈人老丈母娘，非常适合，特别适合，对不对？ 对， 对，因为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所以说刚刚我跟小凯都说过特别适合的这个槐花精粹啊，它里面有怎样的成分呢？还是请我们家小凯帮忙拿一下，然后我来给大家说说看它里面含有的高科技。那小凯现在手上拿的这个金钻水内含有多种的珍稀科技植萃成分的集结，就是能够给肌肤带来三大功效。第一个呢是密集补水，整夜深润；第二个呢就是前导促肾，加速吸收；第三个呢就是夜间激活，抗老修护。那小凯，你觉得这款金钻水的肤感在用的时候怎么样？还是挺不错的，也是非常轻盈，非常好吸收的。刚刚问小凯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瞒大家说，我在读这些里面高科技的时候稍微有点跑神，因为我旁边其实有一个现场的反送，我看到这么漂亮的男孩子穿着一袭白衣拿着我们的金钻水的时候，旁边配上我说他精粹的这些 BGM， 觉得非常的妙趣横生啊。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好不好？好嘞。那我拿着金钻水为大家试一试它的质地啊。因为呢小凯手上的皮肤特别好，我生怕大家觉得说人家皮肤已经够好的了，现场看不出感觉，所以今天都用我的来试一试啊。今天我们的金钻水呢进行了科技的革新，是清爽非常的轻盈的丝滑质地，给大家挤一下看一看。来，各位请看，仍然有流动性，但是能够感觉到它里面的精华成分非常多，在皮肤表面就像留了一层包裹性的面纱，带来裸肌的肤感。还是三秒的我们的魔法啊 ，CCD 的魔法，三秒吸收，一、二、三，各位，它又吸收了。左手又澄亮了，怎么感觉两只手现在颜色都不一样了？用了好多款以后，我的右手是没涂的，左边是涂过的，它的澄亮感非常的动人。不光它的瓶底是钻石，它擦上的肌肤质感也像钻石一样熠熠生辉哈，肌肤好吸收。小凯可以闻一下它这个味道跟其他的味道一不一样？其实刚才在涂，就像我其实在这已经闻到它那种花卉的味道了。是非常非常好闻的，对对，让人放松的那种味道。你知道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我在用了 Cecily， 因为它植物精粹的味道非常好，在此之前我是必须每天晚上点一点香薰啊，然后让自己身心放松一下的。再买了它以后就用这个，它就有这种效果。太对了，我把它放在手心，然后有温度嘛，我就先闻一下，就觉得哦，香薰钱又省下来了。对，所以说 Cecily 也可以帮大家来省钱啊。其实我之前看到小凯也有拍摄过我们这款产品的 TVC 的广告，我看到了，其实你当时也为大家展示了涂抹的手法，我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跟你学的。Cecily 说：“你看看小凯怎么涂的吧，根据他这个涂的话就没有问题啊。”所以他前面里面有音乐的元素，有像弹钢琴一样的涂法，对不对？还是那弹钢琴还是没有这么简单。对对对，也是新学的一招的一种手法吧，就是用食指中指，它是点涂向上提拉的。那今天呢就是佳念在这儿，我要邀请小凯成为我的主考官，因为呢我毕竟是跟小凯的TVC 的手法去学的，我今天给大家说说看，教教大家，刚好你也可以多提点来评断一下我学的怎么样，好不好？好，那我就来了啊，小凯已经说好了，我就来了。我们的Cecily的金钻水的它的定制的焕活的按摩手法呢，在屏幕面前大家可以学起来了啊。还是那样，我们官方步骤其实是有三个的，但是佳念的步骤是什么呢？就是我会挤在手心之后，因为手心有温度嘛，我要稍微闻一下。天哪，我被治愈了，这一个月再忙都无所谓了，已经可以睡了。对，已经可以睡了。小凯好可爱，教大家只要一闻可以睡了。但是小凯你刚刚说的非常对，因为人的身心灵五感里面，比如说嗅觉、味觉、触觉、听觉和视觉，它真正让人记录和第一个有感受的就是你的嗅觉。所以闻嗅的手法也是让我觉得非常好，在很多地区的那种美容 SPA 里面，光闻嗅可能一个疗程就几千块，你想想 Cecily 给你省的是什么？不光是什么香薰蜡，还有纹绣的 SPA 啊。各位，那正常的我们第一步就是在手上以后呢，我们整个面部啊要由内至外，由下至上，也就代表是这样画 W 的去往上走，画 W 的往上走。
这样由中央到外面去按摩，可以帮你提拉紧致，促进这个我们的水的吸收。是的。第二个步骤呢？谢谢老师，你点头了。很专业，很专业。那我来第二个好不好？好，请请。小凯老师帮我看第二个啊。第二步就是用我们的食指跟我们的拇指，也就是这两个手指，对不对？这两个手指呢，在脸上做一个提拉、一个提捏的动作，就是这样，一、二、三、四。大家不要担心说会不会给我们脸扯松了，绝对不可能，你的脸比你想象中还是要有弹性非常多，这样其实是帮助你的每一个毛孔和你的肌肤的每一层啊都在深深的做运动，将你的皮肤代谢提高以后，就能够促进这瓶水的好好的吸收。这一步骤还行吗？对，非常专业。好，那我来最后一个步骤了，请给你。好，最后一个步骤啊，最后一个步骤就是第三步要进行的就是吸盘式的活力按压，那就是你脸上这个时候还一定是有点湿漉漉的状况，用你的两个掌心就是最好的美容仪，这样去按压它，然后就可以通过你手心的温度啊，包括按压的这个动作呀，把爽肤水分非常好的去压进你的皮肤里面。以上三个步骤就是我对于这瓶金钻水的使用方法，不知道小凯觉得，我觉得还行吗？这已经是新一套的一个教学视频了。谢谢你，哇，各位，相敬如宾的嘉宾让我感觉真的非常的如沐春风，谢谢小凯，也谢谢认真看的大家啊。那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很好奇了，这瓶这么棒的金钻水它到底应该怎么购买呢？我来说说看，我还是请小凯帮我拿，我来给大家说啊。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可以点击我们的购物车来购买我们的金钻水，那买现在小凯手上拿的这一瓶正装呢，会赠送给大家是什么呢？赠送给大家的是价值是100毫升的我们正装的啊 S 精华水，还会送给大家我们的金钻晚霜5毫升给大家。另外呢，我们只要来备注今天我们挚爱的这位来宾就是王俊凯先生，我们来备注王俊凯来了，就可以额外享受我们的花香润肤水30毫升，这是小凯今天和 Cecily 一起送给大家的。所以我们的双支装同样也特别的优惠，可以点击我们的购物车来选购，都是大概等同于5折的优惠力度，之前真的是史上从来没有过，非常非常的棒。那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其实我相信弹幕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们可爱的朋友，大家都说哎，看得挺开心的，我们不然让大家再开心一下，可以送轮礼吗？可以啊。好，那我就来帮忙大家抽好不好？好嘞。好，那这一轮呢，我们大家就来打跟刚刚我们说的备注送更多礼品的一样的 slogan 好不好？我们来打王俊凯来了吧好不好？请大家在我们的弹幕里面打王俊凯来了，王俊凯来了，大家打上了以后呢，我就来为大家进行截屏好不好？请你们来现在打起来。哎，我现在要拿上我的这个小托盘为大家一一来抽奖，看看大家打得怎么样啊。还有人说跟着小凯皮肤不会差的，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还有人说 Cecily 今天金色现场的布置好适合我们家的王子，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啊，你们的王子会陪伴大家到最后的。好，各位，那接下来我要开始抽奖了，现在要开始抽奖了，我先来用这个抽啊。好，准备3、2、1。恭喜啦，请帮忙我们统计一下啊，来，再用这个抽，来，1、2、3。你知道大家不光回答正确了这个弹幕，大家还打了很多，每个人都打了5、6遍王俊凯来了。来，准备3、2、1。好，恭喜你们，谢谢大家。3、2、1。好的，请帮我们统计一下，最后把我们的获奖名单放到我们的公屏上，大家看到公屏上的 ID 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奖品了，然后我们也可以跟官方客服联系一下来领取我们的奖品，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另外呢，其实今天在现场呢要给大家看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得到奖品的朋友会得到什么？这一轮的奖品呢，就是大家一定非常期待了，应该是小凯刚刚新鲜出炉帮大家签过的啊。对对对，噔噔噔噔，这个广告造型我本人特别好看，我也觉得大家喜欢的程度已经超乎我的想象，因为非常多人已经在打说这张 look 非常好看啊。小凯帮忙拿一下好不好？哎，小凯本人在着装风格上的时候，颜色你会比较偏爱白色吗？这个其实我可能平常白色也会有吧，像白 T 恤啊，那家里全是白 T 恤，映着阳光特别的好看，所以这套一袭白色 look 的小凯的照片呢，待会儿就要来送给我们这一轮被抽奖可以抽到的粉丝们，我确认一下是这些粉丝朋友们会得到，对不对？好，天哪，谢谢大家，恭喜你们。好，谢谢小凯，这一张还是放到我的面前，我再欣赏一会儿吧。好，那其实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们，稍后我们会把中奖的粉丝公示在我们的屏幕上。接下来的互动内容呢，其实同样也需要小凯跟屏幕前的粉丝们一块来配合啊。就是要不要挑战，
每轮呢我们都会给个任务，小凯来选我要玩它还是不要玩它，你可以任性的选没关系啊，这次也没别的，就是跟小凯一样，今天咱们真实的玩。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当你说完要或不要之后，我再来揭晓这轮的任务是什么。如果选择要、我们就完成它，如果选择不要，哎，我们任性咱就不玩了，好吧，没问题的。所以接下来接受挑战吗？可以啊。好，没问题。那接下来呢，我先给屏幕前的所有的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展示一个挑战啊！来来来，哒哒哒哒，各位，我们要先来说说看，这第一轮小凯是要还是不要？当他说要了，我再展示给大家；不要，我也展示给大家，只是玩和不玩的区别而已。哦，小凯，所以第一轮要不要了？第一个要吧，要吧。好，上来先是给大家一个开门红，是要的啊。我来给大家看看，第一轮就是说一个电影拍摄过程当中遇到的趣事，噔噔噔噔，这个还是挺简单的。我也好奇。那个趣事太多了，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趣事就是，在拍摄片场的时候，因为我们在那个在银川的一个峡谷里边，算是一个峡谷里边拍摄，对。然后它因为它那个天气偶尔就会变得阴晴不定嘛，对，因为我们可能第一天拍的是大晴天，所以我们接戏可能都要用大晴天，可是它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它那个有乌云就过来了，然后又一会儿又打雷啊什么的，就所以我们在下雨的时候就要等，也就是在它阴天的时候要等它放晴了才能拍嘛，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和同组的很多人一块上山去找信号，就大家你看到各个山头上都有一批人在那用手去找信号。OK， 牵头。所以当时如果要是想跟同事或者朋友联络一下，还真的是经过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找信号啊。对，因为正好是在一个，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全是有一点戈壁的感觉，戈壁的感觉啊，然后大家都在各个山头上，然后高举手机。但是其实电影拍出来我觉得还挺漂亮的，有一些雅丹地貌，很有中国的西北的特色啊。我们拍摄的时候自己手机上也有拍了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些风景照。哎，所以当时在那儿天气特别的干燥，然后大家都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我其实也蛮好奇一件事情，在那儿的话，因为可能很多资源想要供给都需要时间，需要人力物力，可能不一定很快供给得上。在那儿那段时间吃的还好吗？都是吃的剧组餐嘛，其实我们剧组餐还是非常丰富的。那段时间也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皮肤，为了让明天状态好一点，对不对？对，但是其实我们拍摄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像后期有一些伤妆啊，要更加粗糙一点，其实这个时候晚上就会更加的对于一些保养的一些需求会更多一点。这个很棒了，透露出来了很多有趣的小细节，谢谢小凯。我一个问题而已，小凯送给我们这么多答案，看来拍戏的过程很有趣啊。那接下来咱们来第二个挑战好不好？第二个就不要刚刚都说那么多你这么耿直那我就答应你，但是我给大家看看第二个题好不好？我们就不去玩它了。好了，噔噔噔，分享一个最近常用的表情包。对，但我们就不回答最近常用的。但是你大体的表情包哪一种类型比较多呀？我其实各种都有一点吧。小动物什么的都会有，对不对？对，各个时期段都不一样。人慢慢成长，大家用的表情包也不一样，跟大家一样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第三个，咱们选择要还是不要？要。好 ，OK， 是要的，给大家展示一下，说出晚上护肤必涂的三款产品：金钻水、小金瓶，还有金钻晚霜。来，咱们掌声鼓励一下，特别棒。好，刚刚小凯说的这三款，我相信也是大家特别心仪的三款啊。我们其实提到小金瓶和金钻晚霜呢，其实它也是我们的至臻的夜间修护系列的另外的两款产品。其实这个系列就是专门针对于 K 老啊、紧实啊，还有抚纹啊，提升肌肤，帮助肤色还有肤质、年龄的肌肤化都会有一个特别好的提升。像年轻人经常会熬夜，有些人是主动型，有些人也许是工作的时候被都没有办法去熬夜啊。正常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去吃点苦嘛，那有时候手机一刷就会刷到半夜两三点的朋友也有。其实长期熬夜对于皮肤的伤害挺大的，会让肌肤松弛啊，出现皱纹啊，还会有泛黄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夜间的护肤特别重要。刚刚小凯说了，说他拍戏如果要是脸上特别糙，晚上一定要好好保护一下。其实年轻人熬夜它是一种常态，就不熬夜心里不踏实，就不熬夜怎么可能叫年轻呢？对，那个但确实熬夜对身体不好，但确实大家也都在熬夜，所以我们要多用啊，多用
多用才会让你的肌肤不落下。哎，各位，我们新一期的广告词其实有了，我们要多用才会让肌肤不落下，给以后的未来打下基础。所以我必须向大家非常客观的说，这一切都不是小凯提前去帮大家想好的，完全是刚刚忽然之间炸出来的。我们这句 slogan 很有趣，那小伙伴们记起来啊，这是今天的金句，有金钻水一定会让大家出金句啊。其实呢，我们的这个金钻水的是开启我们夜间卓效的抗老的第一个步骤啊。其实接下来就要配合我们的小金瓶的精华和金钻的晚霜一块去使用，会有更好的加秤的抗老的效果。那这两款产品里面有一个独特的、独家的灵魂的成分，小凯知道是什么吗？对，就是 LC12。棒棒的。那我们说到这儿，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啊。小凯帮我拿一张好不好？好，谢谢你。我们左右各一张在这里。哎，我来拿这个。好，我们一起来拿啊。现在在我手上呢，就是刚刚小凯说过的 LC12 的这个特别棒的一个抗老的黑科技的成分，可以卓效的解决20多种抗老的问题，来延缓肌肤的衰老，来改善肤质、改善肤色和肤龄，可以帮助肌肤，第一个是深层的强化肌肤屏障，第二个是紧致轮廓，第三个是密集的丰润饱满弹嫩，而且还能够保持肌肤年轻的状态。小金瓶的精华露会质地特别的轻盈一点啊，是精华面霜的质地，而且是比较柔和细腻腻，而且冬天的时候可以再叠加一个金钻的晚霜，这个质地呢就比精华露要稍微厚重一点点。大干皮也可以选择金钻晚霜，但是特别好吸收啊。是的，而且护肤我们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首先也得选对自己最合适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什么都要很合适，吃饭要吃合适的，胃肠才舒服，皮肤要选对合适的单品，皮肤才会舒服啊。对，小凯其实刚刚说的又很对，虽然小凯年纪比我小一些，但是他的很多点其实也在对我醍醐灌顶。大家一定要坚持使用，因为毕竟要多用，然后才会甩到那些问题，趁早去使用。抗老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能等到脸上细纹啊皱纹完全长出来了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再去用。对，要赢在起跑线，20岁就开始抗老。哎，差不多跟小凯使用的年纪其实是差不多的啊。大家也一定要跟王俊凯一样，大家一定要提早的保养起来，把你的状态hold在年轻的好状态的时候。好，那刚刚大家聊得这么开心，屏幕前的朋友们一定很好奇，我们可以点击购物车来购买我们的金钻水和夜间的修护眼部精华露和我们的金钻的晚霜啊，来给大家看一看刚刚我们说的金钻那个套系啊，那套系包括眼部精华露，包括晚霜，包括金钻水。我们的券后到手的价格是9430元，已经非常优惠了，但是加上赠品的总价值是超过了18000块的，超过这么多，几乎是双倍了。各位，今天呢，只要是买一套赠装呢，会送给大家什么呢？我给大家说说看啊，我生怕说错了，这么一盘的的确都是送的，是吗？一盘的的确都是送的，各位好。第一个呢，会给大家送的是 S 精华水的100毫升，这一瓶也是四位数的，各位啊。然后呢，会送给大家 S 面霜15毫升，在这儿这一瓶也是1000元的。然后呢，还会送给大家抗皱预制淡纹精华乳，主要是淡纹的5毫升3支给大家，这就是15毫升了，几乎等于一瓶精华液的正装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的抗皱预制紧肤精华乳，就是提拉紧致和紧肤的5毫升乘以3，这两瓶加一起就是正装的量了啊。而且还有我们特别贵的套系，这瓶我到现在自己都没有舍得买过，就是小金瓶5毫升2瓶送给大家。正常这个大家如果要是买的话，起码都要上1000块了。还有我们金钻网霜，你看这个瓶盖子金闪闪特别漂亮，5毫升乘以2给大家。当然更重要的是，今天因为我们特别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小凯也为大家申请的特别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只要在我们这套金钻的套系里面购买的时候备注王俊凯来了的话，额外就会享受给大家全能乳液60毫升一瓶送给大家。说真的，如果要是听上去一瓶全能乳液送给大家，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了。是的，我们不用想着说什么小样的事情送正装给你们了。好，那其实今天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要最后安排一个小小的互动游戏，就是产品的翻翻乐。来，我们拿一下翻翻乐，可能把这一年的游戏都在今天玩了。好，我们这个产品的翻翻乐在这里啊。然后我想请小凯跟我们玩游戏，其实挺简单的，你现在大概记一下看看啊，因为都是搭对的，对不对？每一个都是两个，有两个小凯，还有两个面霜，还有两个我们的金钻水啊。然后请小凯记得他们的调配位置大概是怎么样的。待会儿准备好了以后呢，我们稍微聊两个其他的问题，我把它翻过去，待会儿邀请小凯帮忙他复原一下，还复原成这个样子，好不好？好嘞。好，没问题。那已经准备好了吗？好了。好，
我本来想说给召开一分钟的时间，两秒钟可以了，我把它们都翻过来，请给我一点时间。好，已经翻过去了。小凯，其实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你是什么时候自己觉得，哎，好像我也要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的皮肤了？可能就是从小就也不是很小吧，可能比现在小一些的时候。对，大概是十六七岁。哦，那个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皮肤已经能开始感觉到不同气候的变化了，尤其之前你在的地方一直是湿度比较高的，如果要是在北京就会比较容易干燥。你曾经也有遇到过自己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护肤品的时候，皮肤可能会干燥起皮，或者是觉得不舒服很干的感觉？会的会的，也会找各种不同的嘛。对，所以大家要知道每个人都会遇到肌肤问题的了。好，来来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翻翻牌上面啊，现在已经被我完全翻过去了，邀请我们的王先生您帮我们重新翻过来一下，看看刚刚的三对可不可以重新找到它。先把我自己先翻出来。好，对，哎，旗开得胜了啊，第二个，然后是我们的金钻水，金光闪闪了。下一个呢？接着是我们的面霜。恭喜你，全部都正确了三组，而且这三组啊，佳念就不是过分解读了，要给大家说，第一个是帅气的小凯的脸庞嘛，对不对？我们 TVC 的形象。第二个就是金钻水，帮助大家能够拥有非常璀璨的钻石般闪亮的肌肤。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面霜，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我们刚说面霜是锁水，对不对？是的。再把我们用进去的所有的精华成分把它给锁住，那大家不漂亮真的都非常的难，就会和小凯一样了，皮肤状态很好。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小凯帮我们翻过来啊，谢谢谢谢。好，各位，那其实呢我们得感叹小凯的记忆力很好之外呢，我也担心的一件事情是大家能不能翻得正确。大家现在应该都一样，都是能够准确的找到我们的 CCD 的金钻水还有金钻晚霜。当然今天小凯也分享了关于他用全能乳液呀，还有 S 精华水呀，还有 S 面霜啊，都是我们 CCD 家非常好用的维稳的抗老的产品，就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有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下单，双十一大促会给到大家都是超级优惠的福利跟机制啊。而且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的一个命运，就是在这个特别划算的节点上，大家如果在这个时候将你们自己辛苦赚来的每一分钱去好好的合理使用它，能够给自己省掉一些预算的话，在今天有这么多的礼赠的同时，我相信未来的时间里你也会感谢自己对于自己预算的调配。再次的祝福大家特别的美丽。好，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这次的法国西斯黎的新奢户的盛典的官方活动马上就要到尾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西斯黎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我们的王俊凯的到来，分享了很多自己的护肤心得，同时我要感谢屏幕前的大家和我们的热情的互动。最后小凯烦请给大家送上几句祝福吧。首先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 CCD 的活动现场，跟大家也分享了很多好用的一些产品，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要找到合适自己的护肤产品呢，然后呢内养外护，让皮肤越来越好。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小凯一切都越来越好，让我们看着你心情十分的愉悦。谢谢你小凯。谢谢。好的，各位，那在最后呢，有很多粉丝的弹幕导演提醒我说，大家想要知道一下今天所有的单品，小凯继续作为今天的考官二次，然后我来给大家说说产品，看看小凯见证下我有没有说错，好不 好监督我一下啊。从头到尾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都要用的就是全能乳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 S 的精华水，对不 对？是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的 S 的精华的面霜，这款面霜也非常的好用。然后呢还有我们今天的这款金钻水，对，金钻水在这里。然后还有我们金钻水同系列的，包括眼部凝露，包括我们的金钻的面霜，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我除此以外每一瓶的单品全部都有礼赠，这么多给大家，小凯帮我拿两瓶吧，您拿这两瓶，我拿这两瓶。好嘞。现在在佳念和小凯的手上呢，一共现在有我们这四瓶单品，还有非常多都拿不下，因为 CCD 可以网络天下，它有非常多的大千世界，每一瓶单品都值得大家去流连忘返。只要使用过，你会跟小凯一样，也会跟我和万千的使用者一样，会发现自己被保护得很好，因此还会变得更加的帅气和漂亮。是的。
是的，我们希望小凯有机会要多多休息，然后越来越好的状态和大家一起常见面，谢谢，好不好？好嘞。好，那大家也可以趁着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的大促的狂欢日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呢。如果要是中奖名单没有看到的小伙伴们，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稍后的直播间当中常态化的主播还会和大家一块继续陪伴。那我们在这儿先跟大家说再见了，知道大家不舍得，但是下次的相聚更值得期待了，不是吗？主要是不熬夜，赶紧涂一涂面霜睡觉了。小凯，我跟你说，今天你的金句简直跟我们的金钻水一样金光闪耀，还要多了。我们一块儿跟大家说拜拜，好不好？好，好，拜拜，拜拜。